朋友们，我们在纽约曼哈顿一个黄金海滩，让朋友们看看冬天的黄金海滩。现在美国纽约还没有下雪，下个月要下雪了。纽约的海滩都是黄金海滩，美国海滩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都是商业上的非常繁华的海滩。不过现在中国病毒升攻击美国以来，这海滩都几乎是冷冷清清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远景，看到的是远处，让中国的朋友们、亚洲的朋友们看看美国的黄金海滩是什么样。海岸，这个天有点像要下雪了，天很亮，也很蓝。美国的冬天都是阳光明媚，沙林沙林，冬天都是非常阳光明媚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些场景只有我们过去历史上看到前苏，我们在中国大陆看到前苏联的油画是这种场景，这种场景在中国大陆很难见到。我们把镜头推进，我们看看这个码头。可能有50分钟 车吧，大概40-50分钟，开车也是不太远。我们看到黄金海岸的河对面，我们不知道河对面是什么情况，什么名字。我们从这里路过，其实这个海滩我已经来过好多次了。美国的所有的海边都是非常的漂亮。你看，处处是风景。现在海潮开始上来了。海潮开始上来了，哎呀，河对面挺繁华的，很多的房子和很多的码头。最远处是个什么市？最远处好像是普朗市。好，我们回到正常。是一个女画家，是美国女画家，非常了不起，非常了不起的女画家。我们从这里路过，顺便拍一个短视频。我们过去拍了个小狗，这个脚吧，这个脚有个。
非常喜欢美国的海滩，美国海滩挺好玩的。当然美国处处是风景，什么地方都是风景，不像中国大陆什么地方都挖得乱七八糟乱麻麻。美国的生态保护非常的好，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裸土，都是种草种花种树。美国专门有农业州，其他州都不种蔬菜的，其他州也不种蔬菜也不种粮食，都是就是都是种花种草。美国的土地保护得很好，一般不用的土地，不用的土地都是不用的，都不能开采，不能用，让它养着。路德，我去拍路德。路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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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德。哦，他叫什么来？那个叫什么来？那个叫什么？叫今天风很大，今天可能是我没有看度数，中国温度可能是几度吧，可能是五六度，主要是有海风，温度还可以，不是很冷。下个月就下雪了。我们再看看这个，看这个小海湾、小海潮。美国的民主自由宪政 Thank you so much, my friends.